含着这做做十五年啊，终于回收啊。有的人嘛是讲介辛苦啦，啊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就唔知讲辛苦是写在什么款。我逐天安尼收，逐天嘛足快乐啊。我较早就是手无受伤的时阵，我在做松床。啊，迄阵啊，电脑外壳生意足好个啊，做外口安尼转来十二点外，饭啊阿无去食。啊，头家咧讲一个师傅休困啊，啊无物件通我教人，袂用个啊。我讲头家讲无紧啊，我来用。迄阵啊是爱用卡拉，结果迄地方安尼下落来去。等着迄踏板啊，会变变变挂啊，就变了皮啊！我在想讲啊，我这四人完了啦。我迄阵啊，我才四十岁嘛，我某才三十八，啊，搁要娶四个囡仔，啊，唔知要安怎生活。啊，我某是真可怜，出去外口，甲人爬鞋啊啦，抬鞋啊啦，囡仔挨个脚脚病呢，挨个你讲等来。人家卡进来，我啊，天嘛！啊，两年我都唔敢行出来，常常手无去，下啊会叫人笑啊！啊，伊甲笑讲讲，我带你正宗食饭要安怎食？你身躯要安怎洗？就安尼甲笑，我就讲啊，算了。啊，小酒饮下，是我啊好啊，作些就回去啊。落尾时候听者讲，啊不行的。四个小孩子，那么小，那么小，那么小。我无啊，你唔敢食出来嘛，唔是办法。啊，你这也唔是去偷人，也唔是去抢人的呀，是做事受伤。啊，所以讲国不将，就听我无安尼讲呀，我好啊，啊无我食出来，啊就是，规个从啊才开始过，一直掂掂掂掂，掂个一个。不错啦，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好了。现在要叫我说休息，也是没有办法可以休息了。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做习惯了，啊，又可以帮人家那个服务，哦，心情好好，不要烦恼了，烦恼也是一天了，啊，开心也是一天了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双手有在不在哦，现在都没有关系的。